後楽園ホールディングスは来年の3月末までに全国の52店舗を閉鎖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後楽園はデフレの中で低価格のラーメンを売りに全国32の都道府県に店舗を拡大しましたが、人手不足による人件費の上昇や原材料の値上がりによって採算が悪化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後楽園ホールディングスは外食大手のペッパーフードサービスと契約を結び、不採算店の一部をステーキ店のいきなりステーキに転換することをすでに発表しています。後楽園ホールディングスは来年の3月末までに全国の52店舗を閉鎖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後楽園はデフレの中で低価格のラーメンを売りに全国32の都道府県に店舗を拡大しましたが、人手不足による人件費の上昇や原材料の値上がりによって採算が悪化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後楽園ホールディングスは外食大手のペッパーフードサービスと契約を結び、不採算店の一部をステーキ店にいきなりステーキに転換することをすでに発表しています。好，他前面这一段哈是，是他的那个解说哈，哦，那他没有录，没有诶，主播没有念这一段。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好，低価格の，哈，低価格哈，低价格的，比较便宜的拉面哈，拉面，哦，千哈，这是千哈，千是英文的链子哈，啊这个。这个签哈，企业签签签是链子的意思哈。那它这个是一个简写哈，它原本是这样哈，你看一下，这是签哦，来一下，签店哈，签店哈，这个音读哈，店的话念店哈，签店就是连锁店哈。原本那个签是链子哈，然后你这边签店是。连锁店啊，前店连锁店 ，Kolakuen 哦，好，这个一个叫做信乐园的一个低价格的拉面哦，前店就是什么的拉面的这个连锁店，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要解说什么嘞？好，我们把这边用粗体，这样比较容易看哦。那我们哈、哦，好，课文是用粗体哈、哦，好 ，Kolakuen 哈。你这个口，哈、哦，你念口的时候是音读，哈、哦，譬如说幸福叫做口福苦，那你训读，哈、哦，我们说音读比较靠近中文，哈、哦，训，音读是念口福苦，那你如果是训读的话是念，哦，沙奇，哦，沙奇，哦，那譬如说广那个旅游杂志常会这样写，ヤマノサチ，哦，ヤマノサチ是吧？山的姓，海的姓，就是山珍海味哈。Yama no saji， 哦 ，umi no saji， 哦，就是山珍海味的意思哈。好，所以你在念 saji 的时候是那个啊，训、哦、读哦哦，那你拼起来是念 ko 哦 ，ko huku 是音读哈、哦。那你在这一句里面 ，Yama no saji， 山珍 ，umi no saji， 山珍海味哈。哦哦 ，OK， 哦，就是什么山上吃的会幸福的食物哈、哦，海上吃的会幸福的食物，就是山上海里好吃的食物，就是我们中文翻含山珍海味。说一个字的时候是念沙吉，那日本人的名字啊、哦，譬如说姓氏叫什么沙吉口，哦，好、哦，日本的名字是念训读哈、哦。好，那我们看一下 Kolakuen， 好，你这个语言我们要好重点，你这个语言。哦，跟这个院，哦，这个在音读的时候是念什么？是念 sono， 啊，在音读的时候是念 n， 在音读的时候是念 n， 好、哦，然后在训读的时候是念 sono， 好、哦、好写一下，在训读的时候是念 sono， 好、哦，好，重点来了哈、哦，日本人讲桃园哈、哦，他不会讲。如果是音读的话是什么 ？toa 嘛，但是他们都不讲 toa， 他们都讲 momo zono 哦 ，momo 好 ，momo 桃子嘛，桃子叫 momo 嘛，那语言叫做什么？好、
原叫做 sono， 但是啊音变，所以变摩摩周呢。好一点，变到你圆跟院在音读的时候是念 n， 然后你训读的时候是念 sono， 那桃园的话它是念训读，所以是摩摩周呢。OK， 所以桃园的话日本念摩摩周呢。好，那我们再看来看一下哈，低卡卡库啊，低价格的拉面哈，拉面。no 拉面 no 菜，好拉面 no 菜什么？拉面的连锁店，哦，前店，我们要连锁店 ，Korakuen 哦，一个叫做信乐苑的哈、哦，一个低价格的拉面连锁店，好、哦哦、店铺、哦，我们看一下，放大哈、哦，店铺叫做 Temple 哈、哦、，Zen Temple 哈、哦，全部的店哈、哦，它全部的店铺 ，Oyoso 哦 ，Oyoso 是。大约哈，汉字写个哈，汉字要写个约哈。我的手是大约的意思哈。好 ，OK， 我的手是大约。哦，好，我的手是大约的意思。然后一吉瓦里是一层哈，大约是一层。好，你阿塔鲁，好，这个阿塔鲁哦，原本是撞到、碰到哦，什么开奖、中奖哦，气象预报准不准？有没有太阳晒到？哦，雨打到？哦，球打到？哦，太阳哦，那个叫气象预报准不准？算命准不准？阿塔鲁。但是你前面放数字的时候，哦，就是相当于多少数字的意思。哦，你数字加阿塔鲁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多少数字。哦，那你一吉瓦里尼阿塔鲁是什么？相当于一层的哦，一层哦，一吉瓦是一层，相当于一层的。果就。Temple 哦，大相当于一层的50间店铺哦，哦 OK， 所以他们全国大概多少？他们一层是五十间，相当于一层的50间店铺哦，那全国大概就大概500间。好，那我后面给阿玛里哈，阿玛里如果你再放在前面的话，就太怎么样哦？太怎么样有没有？比如说阿玛里懂吗？森，哎呦不太喝啊，我不太喝酒。哦，这是以前我们学过那个阿玛里哦，太怎么样？OK，好，那你阿玛里放在后面的话是哦，数字加阿玛里是哦多什么多的哈、哦？好，数字后面加阿玛里，阿玛里它是写个鱼哈、哦，什么多哈、哦？什么鱼的哈、哦？什么鱼的？那 50 temple 阿玛里什么？50余间店铺哈、哦，50多间店铺，阿玛里是多一点点哈、哦，多一点点意思哈、哦。好，譬如说，你看一下，Goju Temple 阿玛里什么？50余间店铺，就是50间多一点的店铺哈，50余间哈，啊，50多间的店铺哈。啊，它的相反是什么？Goju Temple 好，Jaku 哈。好，如果是你用 Jaku 的话，就是说，哦，这个就是哦，那 Jaku 汉字写个落哈，就是哦，Goju Temple 阿玛里就是50多间的，那 Goju Temple 加库是吗？哦，少于50间的哈，就可能40几间啦，40几间哈，哦，少于50间的，那这是50间店铺多的哈，这个在这个很常看到，哦，这个哈，好，再讲一遍哈，Goju Temple 阿玛里是吗？50余间的哈，50多间的店铺，Goju Temple 加库哈，这种就是。40几间哦，少于50间的店铺这样子，哦，所以它的一层哦，它的大概哦，尼亚塔鲁相当于哈、哦，数字加尼亚的相当于一层哈，哦，然后50余间的这个店铺，哦，黑沙石路哈、哦，这个闭锁就是关闭哈、哦，那 O 是把要把这50余间的店铺要去把它关闭，Kodo Kimemashita 哈、哦，他们决定了要做这个事情。哦，那我手是大约哦，相当于一层的哦，50多间的这个店铺要去把它关闭哈、哦。好，往下看。Korakuen Holding Holding Kus 哈，Holding Kus 哈。好，这个我看一下
这个 holding 是英文啊，哦，我跟你讲 holding 是英文哈，我英文不好哦。好，这个 holding 是英文哈，那你这个 holding 就是持有啦，持有什么哈？那你这个 holding 是哈，在日文它把它当 holding 是啥？把它当做是持股的意思哦，持有股票的意思。然后这个日文叫做持ち株会社哦，就是持股公司哦。日文的意思叫做持股公司哈。我们看一下，就是有股票公司哦。好，那没写哦。我们看一下，墨子是拥有嘛？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持股公司哈。那我们中文叫做控股公司哈。摩基卡普盖哈，摩基卡普盖侠哈，它这种音变原本盖侠变盖侠哈，持股公司控股公司，好，我们看一下持股公司哈，摩基卡普盖侠是什么？它有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D 公司的其他公司的股票吗？OK，好，那个不要问我哈，我这个我不是商科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哎，各位要去查一下哈。那我们这反正摩基卡普看一下，等一下，好，这个哦，这是英文哈。Holdings 就是英文的这个持有的意思哈。然后在日文，Holdings 是当什么持股公司？那有人我们在台湾是翻什么控股公司或控股集团或金融控股集团。好，OK。OK，好，那这东西我不太懂，持股公司、控股公司，好，往下看，哪里？看哪里？好，所以后乐园持股公司，后乐园，信乐园，控股集团，OK 啊？为什么我那个这个信乐园我一直讲后乐园呢？因为日本一个叫后乐园叫 Koraku 人。有一个什么后乐园有没有？以前跟什么？好，以前那叫什么我们看，好像我记错了哈。Koraku and Holdings 就是信乐园持股公司有没有？控股集团。来年の三月末念错了。来年の三月末来年三嘎子嘛子哦，明年这边应该，这边应该要隔开哦。来年明年的三月，嘛子是底，有没有？OK，嘛得你之前哦，到明年三月底之前，全国の52店舗を閉鎖する。他要去关闭全国的52家店铺，と発表しました。他发表了这个消息。所以后什么？信乐院，OK 控股集团它到明年三月底来年の三月末までに全国の52店舗を閉鎖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後楽園はディフレ我们有那个通货膨胀跟通货紧缩ディフレ是那个。通货紧缩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好像是那个物价会一直涨啊，通货紧缩就是它的物价好像会一直下降那种deflation 就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什么我买不下，不要问我，我不是学商的所以这个信乐院在通货紧缩の中で的之中低卡卡库喏，低价位的拉面，乌里尼哈，好，这个乌鲁是卖哈，这个乌鲁是卖哈，乌鲁是卖哈，那它这个乌里哈，乌里是卖哈，它在乌里尼哈，它是卖这个低价格拉面，有没有？安妮是在卖这个低价格拉面，全国32喏。都道府县好，都道府县这是今天的这个重点都道府县。好，我们看一下，
日本有什么？豆腐坑哈，都道府县，一都东京都。哦，我看一下，都道府县就是日本的那个行政区哈。好，一都是什么？东京都。一道是什么？北海道。二府是什么？大阪府跟东那个什么京都府，还有43个县哈，叫做都道府县。都道府县就日本的行政区哈。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哈。我们看一下都道府县哈。都道府县哈。好，都是念都，道念道，府念呼啊，县念县哈。好，我们看一下哈，日本一都哈，东都就是首都哈。首都是什么？Tokyo 那个东京都哈，Tokyo 东京都，到嘞 Hokkaido 一都一个都一个首都嘛，东京都嘛，一道是北海道 Hokkaido 这是日本行政区的划分哈。一都一道，二府是吗？Osaka 府，府是比较重要的哈。Osaka 府，仅次于都的哈。大阪府还有什么？Kyoto 府，还有京都府哈。所以京都是府，京都不是都哦。这是日本行政区，一都一道，二府还有什么？还有这个。43个县四十三个县，一刀，一都一道二府，43个县。好，我看一下，好，所以合起来叫什么？都道府县，就是日本的行政区哈。好，那我们看这边哈，所以全国区。三九呢？都道府县呢？它在全国的32个行政区哦，先，店舗を拡大しました。它扩大了它的店铺。OK，所以你43个县有没有？一都一道二府43个县，所以日本总共。这样加起来大概43个那个行政区所以它在全国32个行政区，它扩大它的店铺，所以它的那个这个店的那个势力还蛮庞大的500家店，然后在日本全国32个行政区有这个有展店有没有？人手不足に夜る你夜る是由于由于这个人手不足可能因人件費人件費就是人事费用。然后就休由于人手不足啦，还有这个人事费用的上升啊，或者原材料那个材料就是食材，那原材料喏，尼亚咖喱尼亚咖喱是涨价尼亚咖喱是涨尼亚咖喱原本是呢没有呢是这个价钱，然后这个阿咖喱是阿咖喱的动物名词型，那尼亚咖喱是涨价。好，如果降价嘞，呢萨咖喱呢，打错，呢萨咖喱是降价我们看一下，那。尼亚咖喱尼欧得尼欧鲁尼欧是鱿鱼，这边忒形鱿鱼这个材料的这个食材的涨价，所以它这边有两件事，由于这个人事费用的上升，还有这个食材的涨价。採算が悪化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ということ是据说，据说还是听说，据说是这样子。好，这个采算有没有？
采算就是去算有没有赚钱，叫做筛山。去核算核算到底是赔还是亏有赚还是赔叫做采算。台湾台湾话白话一点是有赚没赚啊？去算到底有赚还是没有赚？到底是算去算到底是亏还是赔？叫做OK 我们看一下核算。比较文言文是这样讲，核算盈亏白话一点是什么？算有没有算到底是赚还是去计算到底是赚还是赔啊？那我觉得我都是讲那种比较白话一点比较好背哈。筛三就是说去算有没有去算有赚还是没赚啊？有OK，所以你又得由于上面两个事情，由于人手不足，然后你的人事费用上升，那压或者你的材料你的原来的材料原材料的这个价格飙涨涨价，那由于这样筛三加阿卡斯德鲁所以财算恶化的意思就是说没什么财算的话就是说没有什么赚啊赔钱啊OK。计算有没有赚钱，然后后面恶化就是就是赔钱的意思就是OK，它的就是赔钱财算恶化就是说企业赔钱企业的那个赔钱这个意思这个中文很难翻我们来看它的字典怎么翻OK，有时候你懂这个字的意思，但是不一定翻得好，那你去看一下。别人的字典怎么翻？看一下。计算盈余呀、这个财算收支的核算有没有？看怎么翻？不核算，不计盈亏，好像翻的也太稳了所以财三跟阿卡西德鲁好，那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蛮好用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个地方的话，还教大家一招就是这种比较不好翻的字我们要怎么去找？像这个叫做这个有没有？这个字典它可以直接把日文有一些日文字翻中文筛三是核算还有什么划算经济核算、核算单位、分级核算，好，现在没有翻得太白话。財産が赤字出るということです。所以它的企业的这个那个盈亏的核算就据说就恶化了就是说比较没赚钱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没有改我们把它改一下。好，姓的话，我们音读是念什么？co 乐念 laku co laku n 好，我们把它 co laku n co laku n。Holdings 好，信乐院持股有限持股公司控股公司该修苦外食 OT 好，这个大手就是大公司大企业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手是大公司大企业的意思那我们这样怎么讲我们看一下 OT 企业 OT 企业 OT 企业 是大企业。OT Mecca。这个 Meca 是英文的那个制造商那 Auto Meca 是什么？大制造商、大厂商。我们来看。
OK、外食大手の、ペッパー、フード、サービス、ペット、念错了，ペッパーフードサービス，我看一下，Pet Food Service，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公司，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个公司，这是一个大公司，这个公司，Pet Food Service，好，我看一下。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公司，而且它是说大的外食公司如果以台湾中文来想的话，想什么那种，什么什么那种，像什么麦当劳那种那什么，所以这是该小库 OT 所以大的OT 是大企业或大公司。大的外食公司叫做 Pepa Food Service To 和这个公司好，信乐苑和这个 Pepa Food Service To 和它 Keiaku 哦，姆斯布哈，好，这个姆斯布是打劫还是缔结哈？姆斯布哈，就是原本是指打劫实体的打劫，那还有一个是缔结哈，缔结什么缘分有没有？OK，譬如说呼呼。我看一下，譬如说什么，呼呼，呼呼，no n o 摩斯布缔结夫妻的缘分就什么，就是结婚呐、呼呼 no n o 摩斯布就是缔结夫妻缘分就是结婚，对、okay，那你这边 keiaku 摩斯布keiaku 是契约，所以就是缔结契约就定契约这边就是定契约那我们这边改成动画断句，keiaku o musubi 所以就是他们跟他订签契约所以信乐院跟这个日本的那个外食的大公司叫Pep。佩普互动 service 有没有？念错佩帕互动 service 佩帕互动 service 都 Keiaku o musubi 跟他订契约，不晒闪电不采算，采算就是讲白一点就是有赚没赚的不采算就是没有赚的店就是赔钱的店采算就是无谈无谈的有赚没赚的，这样讲比较中文比较白话了。那不采算的店就是赔钱的店，no 以及补的一部分就是一部分不赚钱的店，steaky steaky 是那个牛排，steaky 店牛排店，no ikinari steaky 好，ikinari 是突然的意思，或者是冷不防很快的意思突然怎么样那突然牛排店这是一家店日本有一家店叫 ikinari steaky 突然牛排我们取这个名字怪怪的好，我们看一下，Ikinari Steaky 好，我们看一下进来，多少钱我们看一下，好，所以跟这个，就是把一部分要转成牛排店他们的那个大连锁拉面店有一部分 Husai San 店不采算的店就是赔钱的店，它要转成这个拉面店转成这个牛排店OK，你摊开食物可抖哦，它要转换成这个拉面店，转成对不对？念错，转成这个牛排店，这个牛排店叫 Ikinari Steaky 叫做突然牛排店。哦，Steiny Steiny 是已经，Steiny 是已经的意思好，你这个另外一个 Stanley 同意不同字好，这个素手，这个素手就是空手的意思，素手是没有拿东西，叫做 Stay Stay 是素手，就是空手。你这个叫 Stanley
两个同音不同字，这个 standing 是已经的意思，啊，这个 stay 是空手哦，没有拿东西，它跟空手道不一样哦，空手道是没有拿武器，哦，就是用拳头打人、用脚踢人，没有拿武器的武术，啊，可是这个束手就是没有拿东西的意思，那 standing 発表しています，哦，已经发表了，哦，所以他们已经发表了，他要把他一些不晒伞，不晒哦。不晒闪电哦，以及补哈，他要把一些不赚钱的店哈、哦，要改成这个 steaky 店哈、哦，要改成牛奶店，哦，OK。那我们看束手，束手就是空手哈、哦，光着手，有没有？没有，OK。好，就这样。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好、哦。